那你就约今天晚上是吧？那如果你要定下来的话，我就把我那客户约了，也约了。这个你就担心，到时候我会跟他说的。反正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你就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就行了。他后面的问题呢，你不需要担心，我到时候都会处理好的。来，你过来，来。好。小明走吧。那件毛衣呢？哎啊、不是、啊，不是的，我忘了，这个衣服帮我叠一下。不是徐峥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干嘛呢？之前那几天我没好意思说你，是不是过分了？我就是你家保姆，也不能这么对待我吧？啊？问你话。Oh, you're so tired. A better sleep with one eye open tonight.